操，兄弟们！怎么有个螺鸟被直舔到这边来了？杀疯了，杀疯了，杀疯了，杀疯了。我是云南的，这是人机吗？你们看这是人机吗？哦，小人机来了。我操，人家枪还挺准。你开团班在外，我给你摇嘛。老子天天一堆人在发。这倒不必。没有啊，就麻子他们，还有黑猪他们，天天都在摇。太稳了，我的 AK 他太稳了，真的。我他妈今天败了，七十九级的死挂逼！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他绝对是挂，他七十九级太快了，挂。